OK， 袁姐，你再来过。红色的歌，爱情啊，袁姐是不是？支持自己，第二次来到这里也感觉到非常开心，跟大家有拉近彼此的距离了哈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哈。那么接下来把我们的时间交给下一位歌手，谢谢，我们下一回再见，谢谢。